而环保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惜福、珍惜资源。台中市的文芳乡环保站设置了50多个雨水储存桶，这些雨水铺满，全部都装满的话，可以有20多吨的水。这水当然要好好善用。位在台中市南屯区的文芳乡环保站，里里外外堆满大大小小的桶子。对啊，出电好啊，是啦，啊，我讲啊，讲啊，老放。放回家倒回家倒呢，雨水回收再利用，不浪费任何一滴水资源。哦，咱呢，咱只泡茶了，洗泡头瓶，洗泡头瓶用啊，即个用几啊桶来吼，大家较济人来洗较紧。清净在源头，刷刷洗洗，保特瓶不残留一点脏污。这嘛洗到足清气的啊，落雨水上好啊，啊你自来水上拢爱钱啊。落雨伊足无用的呢，雨伊清的，安尼桶啊一桶一桶一直刮刮起啊，先落水。环保站摆不下的桶子，住对面的赖汉全干脆把桶子移回家，继续收集雨水。即摆咱这伫室内对嘛，啊这雨水无法度接啊，就是对。外口的水槽哈，啊，捡底的水缸哈，啊，水缸再接你内底去呗。两边加起来总数有50多个雨水铺满，全部装满有20多吨水可用，除了清洁刷洗，还用来浇花浇树，种种蔬菜。收成的蔬菜分享结缘。这菜瓜多放起哈，啊，上新鲜的啊健康的头啊，好舒服食。真健康，食野菜真健康。虽然不像自来水打开开关就能方便用水，志工费心力存雨水铺满是种幸福的付出。大爱新闻黄景乐学信台中报道。